第33课，以堵制堵，缓解交通有妙招。课文：城市汽车的数量迅速增长，最初还被视为是社会发展、经济繁荣的体现。但很快，人们就发现了问题。随着车流量的增加，道路变得格外拥挤。堵车在大城市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，就要减少单位面积道路内的汽车数量。新建或加宽道路被公认为最基本的方法。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我们美好的主观愿望。道路扩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车流量增加的速度。面积的增加并未使道路空出空间来，甚至还会无形之中鼓励更多的司机开车上路，使得市中心的道路更加拥挤。那么，如何根治交通拥堵呢？这里我们不妨听听佩·詹森的故事。詹森一到欧洲环境保护署交通部工作，就接到了研究如何解决城市拥堵问题的任务。于是他开始展开调查，研究收集上来的数据，归纳问题特点，并虚心咨询了有关专家。九月中旬的一天早晨，詹森照常提前出门，赶在早高峰之前去交通部。他看到一个健身的人慢跑通过一个有过街天桥的路口时，为图省事没上天桥，而是横穿马路。结果他被一辆车撞倒在地，虽然最后他只是受了点轻伤，而且有保险可以赔偿，但司机还是被吓得不轻。不过这件事倒是给了詹森启发，开车出行是为了省时省力，但如果情况相反呢？他决定要改变市民出行的观念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让城市先堵起来，给司机制造麻烦，以堵制堵。经过多次努力，政府批准了他提出的改革措施，比如增设红绿灯，让车辆不得不走走停停，在主要十字路口取消地下通道，让行人从地下重返地面，在购物广场、商务大厦的附近不建停车场等，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。半年过去了，虽然市民们有些抱怨，但效果非常明显，自愿放弃开私家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也难怪，与其堵在路上浪费时间和汽油污染环境，倒不如改成公交出行，这样一来道路拥堵大为缓解。城市本是为人而建，如今却被汽车占有。詹森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期待能够解放城市，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。课文：以堵制堵，缓解交通有妙招。城市汽车的数量迅速增长，最初还被视为是社会发展、经济繁荣的体现。但很快，人们就发现了问题。随着车流量的增加，道路变得格外拥挤。堵车在大城市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，就要减少单位面积道路内的汽车数量。新建或加宽道路被公认为最基本的方法。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我们美好的主观愿望。道路扩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车流量增加的速度，面积的增加并未使道路空出空间来，甚至还会无形之中鼓励更多的司机开车上路，使得市中心的道路更加拥挤。那么，如何根治交通拥堵呢？这里我们不妨听听佩·詹森的故事。詹森一到欧洲环境保护署交通部工作，就接到了研究如何解决城市拥堵问题的任务。于是他开始展开调查，
研究收集上来的数据，归纳问题特点，并虚心咨询了有关专家。九月中旬的一天早晨，詹森照常提前出门，赶在早高峰之前去交通部。他看到一个健身的人慢跑通过一个有过街天桥的路口时，为图省事没上天桥，而是横穿马路，结果他被一辆车撞倒在地。虽然最后他只是受了点轻伤，而且有保险可以赔偿，但司机还是被吓得不轻。不过这件事倒是给了詹森启发，开车出行是为了省时省力，但如果情况相反呢？他决定要改变市民出行的观念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让城市先堵起来，给司机制造麻烦，以堵制堵。经过多次努力，政府批准了他提出的改革措施，比如增设红绿灯，让车辆不得不走走停停，在主要十字路口取消地下通道，让行人从地下重返地面，在购物广场、商务大厦的附近不建停车场等，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。半年过去了，虽然市民们有些抱怨，但效果非常明显，自愿放弃开私家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也难怪，与其堵在路上浪费时间和汽油污染环境，倒不如改成公交出行，这样一来道路拥堵大为缓解。城市本是为人而建，如今却被汽车占有。詹森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期待能够解放城市，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。生词：缓解、招、招、繁荣、体现、拥挤、加长、面积、宽、主观、扩、扩大、根治、不妨、展开、归纳、虚心、咨询、中旬、照常、健身、图、受、受伤、保险、赔偿、政府、批准、改革、取消、行人、广场、商务、大厦、自愿、难怪、与其、汽油、明确、期待、解放。专有名词：佩詹森，欧洲环境保护署。